由 Ubisoft 与新手过极速快感、车魂、无限赛等等赛车游戏的制作团队共同开发的全新赛车游戏《飙酷车神》即将在今年11月11日正式上市。而电玩风日前取得了封闭测试的资格，要让大家一睹《飙酷车神》的崭新游戏内容哦。《飙酷车神》是款能够自由探索广大地图的赛车游戏，依循主线任务的需求，车上的 GPS 会引导你至赛事点进行比赛，有一般的竞速赛事以及车辆运送任务、攻击对手车辆等等有趣的赛事内容。但是自己一个人玩多无聊啊，应用即时连线机制就能够在城市中遇见全世界的玩家，一同来竞速哦。虽然主打连线，游戏里还是有主线剧情的哦。剧情描述主角的兄弟遭到敌对车手杀害，在阴错阳差之下，反遭凶手以及 FBI 探员的诬陷而入狱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并且为兄弟复仇，他将和美女探员一同找出事实的真相。游戏继承了车魂无限赛的广大地图与丰富支线任务内容，并且将地图一举扩大到整个美国。我们可以一路从西岸的拉斯维加斯乘着风飙到东岸纽约，体验美国地形的变化与各个城市的日夜风貌。而赛车游戏当中不可或缺的当然就是知名跑车啦。既然游戏舞台发生在美国，想必是主打大马力的肌肉车，像是雪佛兰或是福特野马就非常的适合。如果喜欢畅快甩尾的车手，也不能错过日系的甩尾车辆哦。可是单一车辆怎么可能让你驾驭整个美国街道呢？所以透过新的改装功能，让车辆有街道、越野、拉力赛事、技能、赛道五种版本可以改装，大幅提升车辆的价值哦。这一次的 CB 让我们实际体验与三五好友一同在美国尽情狂奔的畅快，真的很期待飙酷车神的正式推出哦。